大家好，我是 DJ 阿周。在10月14号，我受新楼储蓄互助社的邀约，参加了他们50周年庆的一个园游会——爱心公益园游会。那以下的影片就是我在现场所拍摄的。OK，大家好，我是 DJ 阿周，今天很高兴来到台南市的长荣中学里面。今天这边新楼储蓄互助社50周年庆的一个园游会现场，我带各位逛逛走走。这边呢，基本上有攀树的一个活动，拿着园游券，他就参与这个活动。有专业的人士在这边指导，让小朋友体验绳索攀树的一种过程。这边也有体验飞盘哈，那有几个年轻的小伙子在教人家如何和一个玩飞盘、射橄榄球。当然，园游会一定会有一些美食。我们就到美食区稍微走一下，意大利面炖饭，价格都不高。我们一般去市集呢，最喜欢看到的就是这种美食。这边还有汉堡，哇，现做的。走过来呢，这边。普坤限量套餐都是菠萝现烤的，那边现烤出来的菠萝生意非常的不错。我改一逛，不是那个蛋挞，那是什么的？那个千层吐司加蛋挞，蛋挞是一个，是不是？是的，没错。小姐，您的好喽。来的，这里50啊、哦。是。哦，再给你50。好的，没问题。那您要当早餐不用给你吗？非常的多，双麒麟，雪麒麟，我去啊，这比较特别的台南传统小吃，古早味油饭，生意很好。龙炒汤中二的啊，评价有够赞的呀，龙炒汤。都算了，
安。他们看，同时在这边呢有街头艺人做表演，目前所表演的是大雄老师。现在他一直没有停过，当然我们市集最受欢迎的地瓜球，不错，东西多样化。可以买回去，一鸭两吃，排队的人。这边喜乐家工作坊。对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对啊。从小可以学习做事，然后把做到了。有小孩有这个。非常热闹的五十周年庆的一个园游会，好吃的花生，好吃的饼干哦，快点开心哦，来看看哦。来，先进前说，来，那个出去，来，给我。你好，需要什么？这个200号，这个200号，好。还要凤梨酥，凤梨酥200斤。啊，他们三斤哦。人潮非常多的一个园游会。大家都不一样。大家都很开心的一起在交谈。当然了，物价上涨啊。好的，影片就拍到这里，希望你会喜欢。如果你喜欢你的影片，麻烦你按赞、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后会有期。